预防末世请注意，民众前往流行地区非必要勿进出医院，勿骑乘接触骆驼或生饮骆驼奶，随时勤洗手，注意咳嗽礼节。自流行地区返国14天内，如出现发烧、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，请戴上口罩尽速就医，就医时告知医师接触史及旅游史，如有疑问可拨打1922防疫专线咨询。